第一轮的高峰，保证目前的飞天，向小吴披挂齐飞，我不发战风魂，永是不战败。金鱼之兄，兄弟，手足有勇无勇。好，就是我向我母兄斗争。好，用心合力。好，同心不同命，混成无数敌。秋水共长，剑鸟流光，一时竟分不清是物鸟、仙鸟还是鸟。哦，两人各自大凶，只因情势多久呢？好，不愧是破魂仙，他气力中尽，必须让他暂时无法探过，方能执行地位，我已尽力。是吗？至今接到听说，飞天一刀击天，再见名闻，接出红来破关生神灵，终受巅峰。不能再让他忍受名闻，况且就算恢复，也一事不完。这场拜天之战，我不可见风魂，你能让我加严吗？天降飞天之中，应以就有破关生之生命，弥补他面上目前可算之缘。但这却是用命缘可算换来，伊这灵一直维持在巅峰的强度，是毫无减弱。这也是我担心的。为了维持巅峰，修天必要以复命神刀，此战绝不容许失败。现在。只能照计划，幸好与破军兄连接之时，一触遭天机，封锁连接，多少他继续接触破军兄心灵，才能扭转和平之位。但这谈何容易？实在认为如今唯有众人联手，困难一堕落。再观进行三仙一战。我闻天机，天机中。哦，你的天手变稳了。人命一完，自古天机提升，这时为天降得恩，关注受他。去，平生惊天，要交出你，你信？争取时间，快！好。我等就是这一刻，都晓得剑风魂。好。好，您就一次一旦回天的流动吗？你错了，万机所为。还是为了守护冠修天。哦，那就让飞天去得摧毁你的意志。哦，飞天之策，行得不停。哦，你在九霄之中，再见重雄铁红亭，滚开天龙亭。破魂星，好！至今我不屈，以金勇为天将，乔中玉为之贤，相贤以勇之势，潘石龙中潘武之恨。同时间，我不屈，看地图。朝天星一消之了矣，我不可将行道行，我恭敬受破军雄鹰连接。
台日上好，新春应援，新历新局。今漳州烧鸡了飞天，青江南柯天空强，战风云，二雄南柯剑牛，分行十里，敌战之下。